洛洛，天下之大，只有待在我身边最安全。但是你的黑暗血脉，无时无刻都想吞噬我的空间力量。南宫流云的性命和那个空间法师，我都要。既然如此，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了。师兄，我回来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 只有足够强大的空间法师，才能帮他洗掉黑暗血脉。打架！你们谁赢了，我就跟谁走。哼，刚好，我也喜欢你死我活，没天真吧？我不会让给你的。 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愿欠人情罢了。我会让你直面危机，让你变成你渴望的样子。我会靠自己的实力，在这险恶的修仙世界走下去。你真的很像他，想当我的徒弟吗？